明明天气冷飕飕，红树柱柱柱姐一登场立刻脱外套，因为民众太热情，让她都热起来了。无阿无囝啦，一个人敢是讲敢拼，对不？对。洪秀柱周六台南拼选战，一整天行程从早排到晚，特地选在庙口开讲。除了要贴近选民和大家把感情，更要表达在神明面前说的话，绝对不是欧北共。要给拼过来，对不？要翻转，对不对？对。动人调气的机会，买翻转一下，好不好？选区 PK 的对手就是王定宇，同样选在周六拼选战，请来总统蔡英文帮忙站台。但就算是总统来了，洪秀柱一样劳心哉哉，没在怕。如果说今天他们施政的绩效非常好啊，那么他们今天来我有点紧张嘞，紧张啊。但是一施政做到天怒人怨、民心思变的时候，他来越多次，可能越糟糕吧？哈，我们是不怕的。台南长久以来都是绿营铁票仓，洪秀柱挑了硬仗。打和王定宇互别苗头，要放手一搏，全力拼胜利。记者洪富仁、崔德兴、黄世云，台南报道。